杨子来升华一下。是的，我要来升华了。那出门在外呢，家人都会关心你们的事业，有时候呢还会关心感情状况，但是一定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健康。俗话说，筋长一寸，寿延十年，柔韧性和健康密切相关。接下来要看看大家的柔韧性如何了。妈呀！哇，这有什么好鼓掌的？硬成这样。刚才那个。你们不是都是这样的吗？我们也可以啊，前面的那种可以这样可以吗？我们是前驱是吧？哎，这样也很难。如果你们三个人这样拉着我，可以，他们都可以，三个都可以，这样很简单啊。他们三个都可以下腰，还要下腰吗？我们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躺下起来是吧？一二，哎，你们这么起呀？不起不来呢？怎么？哎呀，怎么了？选手在投票，你怎么来呢？你怎么起不来？整段垮掉，来帮个忙好吧？我不要没有面子，开始擦地了。来来，帮忙帮忙，起得来吗？亚轩，哎，就在东北有一个词叫雇佣。谢谢谢谢，小鱼儿和安吉，如果家里面也是这样的表演，妈妈会说什么？哇，好赞啊！因为母亲有时候太盲目也不是很好。那个体操那是杨子的柔韧性，还有人 Q 我，超软。杨子为了这个体操又加了很多新动作，听说哈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来展示展示，这种真正在家族面前非常那个体操那个袋子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体操虽然我没练的不咋样，但我去哪儿都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去哪儿都是哎，辣苗子来一个体操吧。这个成你的才艺了，对，真成我才艺了。但是其实我练的特别菜。那给点音乐呗，如果音乐有所变换你也完全 OK 的、哎、无所谓，完全可以 freestyle。 哇、哦、挺好，来音乐长大freestyle、哦、哎呀哇哦，哦不愧是杨子姐、哦、哇哦，音乐变哦哦哦啊，京剧范儿哦哦，哇，好好听哎！燕子娇，哎哎，打柳了，打柳了！哎呀呀，打谁了？没关系，有点意思啊！哦，是帅，音乐变，好，为什么？这是东北秧歌吗？刚才到我们在这边等我紧张了，我很想跳出那种街舞的范儿，但没想到怎么变。音乐变变变，我们快速切换啊！抽死我了，头发乱了，发型师不应在厕所。没关系，好，谢谢杨子，不容易不容易。对了，迪哥你来试试，因为我还真没玩过这个。你来一下杨迪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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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来不了，谢谢。别，话音刚落，哎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哦，这首歌。我可以啊。哎，他还知道用手拉一下那个手，哎，好帅啊！缠成一坨，这，你这个鼓点呀！我也在等那个鼓点，哎呀，刚要跳，好了，怎么还从胯下走？完全没接住，厉害，还行不？你这样像比杨子跳的，那差远了，还是谁？对对对，那是谁？开玩笑。好了好了，这个是小试牛刀一下，我们今天主要是考验大家的柔韧性。